11月20日18时11分许，四川南充北湖派出所接110指令称，顺庆区模范街63号有人跳楼。接警后，民警迅速赶赴现场，配合医务人员将伤者郑某，女，13岁，顺庆区人，有抑郁症病史，紧急送医救治。目前，郑某正在医院抢救，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。警方提醒，为充分尊重和保护当事人隐私，请不要随意传播该事件的视频、图片等信息，避免给当事人及家属带来二次伤害。